我就是对白吧，对白方面可能是说的更加精准，然后更加深入，更加感性，就是更加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那份感情。剧情方面其实变化也不是很大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大方向没有很变，那个情浓了，对，更浓了，对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公司对就是剧本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所以你知道拍一套电视剧需要花费很大的金钱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准备去要拍这套电视剧之前一定是做足了准备，那所以高层他们可能觉得说可以再精益求精，再好一点，那就等一下咯，反正我们都 OK。 对，现在哦，非常好，谢谢他们的赞赏啊，赞赏啊，对，其实，对啊，如果最当然最喜欢就是最好就是那个剧本是好啊，我们演的那么辛苦，每一天都要工作那么多时间，我们，而且我觉得大概就是一年大概是拍一部左右吧，现在，所以每一部都想最好的，对。对